张衡老师自幼随家父张志俊先生习练陈氏太极拳，少年时期即多次参加省市级武术比赛，并取得优异成绩，后入选河南省武术队。1982年到1983年两年间，共获得金牌13枚，其中1983年5月，代表河南省参加在南昌举行的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，摘取太极拳、太极剑两块金牌。1998年，张衡被永年国际太极拳联谊会评为太极大师，获得各类金牌20余枚，其拳法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断，一气呵成，更擅长太极推手、散手、擒拿等技法，以功力纯正、发劲刚猛，被武术界称之为过山猛虎。Thank you.